纳豆。哎、欸、你就那一个一口气一口气。好，来扣三分，来。什么？哇，我们过年的时候都唱过了。路边一棵。好。谢谢。哎，这个要可以写了哦。前奏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前歌名啊。但是要注意那个字数哦。嗯嗯。榕树下是我怀念你的地方，蹦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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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有窗姐，你按下去一下下就好。你答案是什么？哦，答案没有。不要讲了。哎，你怎么不会？高大哥不是有这句口头禅吗？一二三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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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熊的逃过一劫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没事。多么可笑的心事。谁能看透我？前几年抖音的歌，那已经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哦，是的，对呀。哦，完全没听过。啊，完全没听过。对，真的，这个很超猛哎。完全想不到。阿丽莎有听过吗？阿丽莎没有，没有。我要他没听过也很难。好的，一起来演唱这首歌，歌名叫做《像像鱼王二浪》。我要记住你的样子，像像鱼记住谁的拥抱。很美的一首歌，歌词写的比喻很棒。我们怕录太久，你看，已经准备好了，来，赶快按下去。预备，他很期待，没关系，按，随便用力按。哦，哎，恭喜，纳豆。哎，你就那一个，一口气，一口气。谁要压到？啊，就是，就是。好，来扣三分，来。哇塞，等一下压到。好，没事啊。